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啊，可是冰墩墩一墩难求啊，快叫闺蜜来给你做冰墩墩，你们说我这样做呢。最近这个冬奥一直在关注嘛，冰墩墩也是很火嘛，想着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摆一个冰墩墩，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吧，10个小时吧，准备的话都比较充分，整个作品下来的话扑克牌4000张吧，冰墩墩的照片那个一块是1000张，其他的位置摆的就是一些比较炫酷一点的造型，冰墩墩3个字。这个制作过程吧还是比较枯燥的，也比较就辛苦，一张一张的立在地上嘛，考验人的耐心，失败了2次吧。你做冰墩墩，你们说我这样做能成功吗？冬奥会嘛，很多都是我们东北的选手，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吧，也希望他们能在冬奥取得一个好成绩。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啊，可是冰。